还有子弹没有吗？Yeah. 可以直接出去。两个补好像太多了。兔是不是有东西还没有？大概就够绕一下吧，因为仓库还没打开。怎么有僵尸？这边不应该。这边刚刚是来过了，已经开店了。这边都没有东西，那我们就先去列车那边，从这边走下去。应该是出血状态。
这是重复的东西吗？道具无法再使用。那我先回去列车。背包孔有点觉得空间不够。走，其他列车应该那边都有跳蚤了。现在想一想，抛下来真的有点简单，一本道。这边有点偏，有点跟二代差不多了，跑来跑去。不过二代还是比较复杂。还有，现在19%，比刚下午的时候马克差很多。我走另一边。走，结果电车是在另外一边哦。嘿嘿，他被攻击了。刚好很像，好一个，到现在我还是没捡到散弹枪啊。所以我上一关到底是怎么捡到散弹枪的？他剩4发，先去那边，先去那边。这边。这个是调和，哇，已经惨。糟糕糟糕，吉米就这样趴掉了，他应该是被毒死的。对，就现在凯文陪着我。
好，那我去电车一下吧。靠，现在是都蓝草。好了，给你了，给你了，给你了。奇怪，哦，下午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捡到散弹枪的？先进去列车吧。过去那边看看。啊，这里。嘿嘿，散弹枪啊，没关系，普通我还是用小枪。遇到 boss 的时候，我马上换散弹枪。现在恢复电力了。发车必要电力，hey, that's it. Excuse me. 把我的东西给拿走。哎呀！还有一个还没拿到，嗯，我先上去了，我看看。像原本说要用电分电室，从这边分配电吧。好，通电量10必要。喂喂喂！
我在分配呢。所以七要加三，哇 ，OK 了。那我们可以去仓库那边。只有我一个吗？算了算了算了，一个也可以了。只能硬着头皮上啊。冲！杀虫剂 ，man 的，哎，胶卷胶卷，看一下。入替，闪电枪子弹，这边可以上去，开始。啊，这该不会要马克吧？这应该要马克了，或是两个人一起推。好，那有胶卷的就去那个刚刚有看到破洞。好，我们出发。后面应该也有僵尸。先补子弹。队友不应该选吉米的，一直装死他就死了。太近了。好，我们现在应该去电车那边。创始者兄。一个女大学生来玩生存游戏，不要给她太过分了。OK，
差不多了，要等一下打 BOSS。24%，现在饭店4分2秒应该可以去电车那边，然后赶快打完 BOSS 之后赶上电车，那么就可以了。卡没有跟上来。哎，好，补满补满补满，哎对，哇，好像很大哎、欸！好。那接下来，哦，来了。洒水器，
啥水汽啊？左轮留着了，这样吧。哎，该怎么办呢？啊，现在应该是要去启动那个水吧？走走走，启动那个水，然后启动水之后，它应该就是水去那把它熄灭。啊，靠我自己喽！真可怕，真可怕！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一点都不好吃，不要过来！哦，听到声音了啦！下去，以防万一，放个止血带可以。哎，我去开水。进去先补子弹吧。好，那这样快要结束了吧？哦，1、2、3、4、5。好，开水。洒水 ，OK OK， 路上要小心跳蚤。僵尸还好，遇到跳蚤不要麻烦，会中毒。没有蓝草的话，会变成说像刚刚吉米一样，就直接躺地上。哦，不会吧？嘿嘿，炸弹直接炸。变成我还有一次的机会被中毒，因为我有一个那个蓝草合成的大步。
凯文被攻击了。看吧，看吧。吉米比较乖，会都会跟着我，然后觉得凯文好像都蛮自我的。走，我们下去。创始者弟弟，好，我们现在放上去。放好，我记应该就有，之前玩的时候是跳蚤王就出现了。对。先准备，对，嗯 ，Yeah， OK。被抓出去，然后凯文之后会到，不过会晚一段时间啊，在这之前我可以先把那个跳蚤王干掉，干掉之后马上该回去。他要打我，你很多子弹，我给你很多子弹。开始越过，算了算了，凯文不理了。哇呀！烦。这边，这边，这边。
OK。来，那就回去车上。哇！算了，随意。赶快一分钟之内回列车上，就可以成功过关。跳蚤不要闹，跳蚤不要闹。跳蚤不要闹。OK。好，接下来就等那个结束了。喂，可惜啊，现在只有我一个哎。后嘞。66%，好，有66%，不错。好，那今天实况就先到这里告一段落，预计11:30，现在多5分钟其实还可以啦。好，那谢谢大家收看说那黄金城怀旧系列生化危机扩散。明天的时间一样会就是要实况的时候会发布在巴哈那边场外版跟实况版。啊，明天预计就是记忆就是下一关了。啊，谢谢大家。